嗨，我是田禾。那我今天要用蒸锅，就是电锅，然后来做那个，就是冰箱剩下的香菇啊、菠菜啊，来煮个香菇鸡汤。然后这个米血是在爱买买的，超好吃的。这个米血它现在特价是29块，之前是42块。然后这个鸡胸肉是53块。再次买的香菇。好，然后我就是从头到尾就用剪刀，就是先把鸡胸肉剪小块去腌。那我不喜欢有皮，所以我就是买冻鸡胸肉，有鸡肉的感觉。用那个电锅，然后来煮，就是分那种小小碗、小小碗来煮饭跟菜啊，还有汤，看它可不可以一次完成。如果我今天太晚买，想说买个小包的米来试看看，怎么办？来不及，就先用冰箱里面剩下的食材先来做看看，然后鸡肉把它剪小小块的，然后也没有买到姜，应该也还好，就加点酒。应该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味道，香菇本身应该是蛮香的，把它剪成小块。电锅应该可以煮饭，应该就肉那些应该都是蒸的熟的，因为现在还蛮多那种即食的电锅，它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做。好，加一点酒，酒可以加多一点，其实也行。小盖子，然后腌一下，再加一点盐，看多不多，我刷一下，香菇的鸡汤。地方在卖菠菜，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季节关系，然后这次有买到菠菜，在群里买到的菠菜，加一点点下去，香菇啊，这个应该是要铺在最底下，没关系啦，先这样，换个位置。试看看看会不会煮出来是好吃的，有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东西，好像少了酱。好，大概再咸一点，然后加300cc 的水，应该也不用太多，差不多200吧。好，这个大家就铺在下面。然后米血，现在洗的应该洗的蛮干净的吧？这个还没干净，还是去洗一下。我的剪刀很脏。
有凝血，有点像是吃姜母鸭的时候，然后在爱妈妈就凝血，超好吃，有个 Q 的。新鲜的话，它就很软 Q， 很软 Q。今天吃到那个是金鱼片，打算用蒸锅那个电锅，然后来蒸看看。因为上次转暖器盒里送的电锅，我拿来煮过绿豆汤，味道还不错，点的有点稠。放进去，然后来装一杯的水。盖一杯的水就可以了吧？把它倒到旁边，好像不够，来一个两杯好了。再一杯，还是先啊，再一杯好了。那有没有些口倒到外面？来，把它盖起来。开关，开关，然后就等它喽。好，那我们就先等它煮熟，因为我想要用电锅试看看，就是可以煮饭又可以就是煮菜，然后同时好。因为我们那时候看到那个网络上面有在介绍，就是快速，然后又不会有油烟，又蛮健康的，就是煮菜的方式。因为硕哥的话，他我不想一直让他吃一些什么加工食品，然后想说天然一点食物，然后想说用这种方式可以饭跟菜可以同时好，然后又有汤，对。然后我就想说来试看看，然后如果 OK 的话，我就再买那个小碗，可以就是分装，就是有可以装饭的，然后跟有菜的，然后还有汤，
对，因为他吃饭的话好像也没有就是想要太多的菜，就是其实有一样菜跟饭，然后还有个汤就 OK 了，然后有时候可能也是可以蒸饺啊，对，他一样旁边应该也可以蒸个蒸饺这样。那我今天来先吃看看，看蒸出来好不好吃，然后再抓那个水量这样，好期待哟。跳了之后，就是电锅跳起来，然后焖个大概20分钟。米雪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耶。很软 Q， 这个香菇鸡汤，因为我加菠菜，我就把像那个冰箱里面的食材就把它丢进去，全是菠菜。哇，很方便哎！我可以买那个一小格、一小格、一盅的，然后一边煮饭，一边煮汤，然后一边可能就是有个菜，